晚上艾德玛带你去看演出。哎，王永正应该也会在，你还记得王永正吧？嗯，他们俩是好朋友。改天再去吧，今天刚刚到，我带我妈附近走一走，实习一下。你妈妈交给我就行了。你陪男朋友吧，这一天光照顾我们了。你刚刚还说要我为自己考虑，马上就变成第二个婆婆妈妈了。怎么教育我的就怎么教育你自己。Edward， 那我们几点去？8点。没问题。那我先自己去逛一逛，你告诉我地址，我晚上直接过去。你去哪里？我开车送你。哎，那自己去吧，这么大人了，走不丢的。那我先回去了，还有工作还没做完。晚上我会把蒋小姐送回来的，太晚了还是安全第一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拜拜，晚上见。趁着现在，解决一下你们俩迟到的分离焦虑。南孙，你要知道，未来不管是你妈妈留在这里，还是回去上海生活，早晚你都是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的。开心的时候未必会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分享，焦虑恐惧的时候，更不会有人能替你分担。克服过去了，你会见到更广阔的天地。我明白了，小野。那我先去换个衣服，自己去逛逛。好。我带你去看一下花园。好啊。